正北大家好，那这节课那个不敬礼，没关系，哎，我给，我给啦。这节课吼，要来跟各位分享吼，啊，做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司法改革吼，后边呢，迄个咱台湾人应该是爱向什么人效忠？哦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政府，你爱有一个效忠对象吼，你才会知影讲你主权者是谁吼，你才能知道他是谁哈。啊，还有一些转型正义的部分，我们这个阶段吼。台湾民政府即马阿袂输进进前，其实咱的转型正义已经在启动。哦啊，较定顺续要来甲各位介绍这个部分。好，首先啊，我来主攻介绍一下，歹势哈，我叫做林永成，林明贤。好，我是林明贤，也是台湾民政府的司法部。首先哈，咱来看一个李廷辉阿辉伯啊哈，伊的墨宝。好，这些墨宝哈，这些墨宝，来思考一个物件，好，要带因大家来思考一个物件。我是不是我的我？这李廷辉先生哈，说起来哈，好，要来解释哈，我是不是我的我啦？哈，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？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？国宾饭店，敢是？住伫国宾饭店的人客，好，来考虑这个物件，好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哈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不过我到底是虾米人？我的国籍伫倒位？好，按照国际法，我的国籍是伫倒位？我的国籍在哪里？好，我的国籍伫倒位？中华民国发给你呢？国民身份证，好，是。是安那，恁会当甲提起行使公民权利，恁会当提出来恁的身份证吼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吼，发落呢？你甲看是写国民身份证还是写公民身份证？吼，按照因家己的法令吼，啥物人会当参加政治？公民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们拿国民身份证就可以去行使投票权？投票权就是参政的行为啊！好、哦，咱来思考这个问题，这是一骗，中华民国在甲咱骗，是安那要骗？好、哦，咱后边继续来讲。好、哦，台湾是啥物台湾？日本是啥物日本？我应该爱向啥物人来效忠？好、哦，咱是啥物人？咱才会当向啥物人来效忠？我是啥物人的囝？我才会当叫啥物人爸爸？敢是安尼？好、哦，这是都是一个主权。皈依，好、哦，向所向，好、哦。这张哈、哦，空袭，哦，党政军眷属优先证，好、哦。这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啊，民国35年，好、哦，因来这制造的，好、哦，一挂防空洞，好、哦、的使用，他们居然有所谓的优先证，好、哦，证书招引的作滚。好、哦，吉拉人是建书招引的族群，含来伫台湾要避防空洞，拢爱做一个优先证。恁台湾人不有没有被认同？好、哦，有没有被认同？好、哦，这是应该你做的，不是我家己做的，是应该你做的。好、哦，中国难民连走路、连避难、好、哦、连逃难、连避空袭，拢有特权，平等。还是厝顶，恁台湾人是认为是厝顶，还是平顶？台湾人敢真正是中国人？我应该爱向什么人效忠？回归到原点嘛，哈，什么人才是把我当作囝的老爸？安尼，中华民国敢是把恁当作是真正是中国人？好，这节课要来讲中国国民党唔敢讲的事实，中华民国。简称嘛是中共嘛哈，民进党唔敢面对的真相。好，首先吼，咱来介绍因为这日头的关系哦，这可以较看较袂清楚哈。咱的刀手柄者医院这粒哈，这是美国的占领权，这是美国的司法院哈，美国的司法院。好，咱来看这个中这里哈，这都是唔是日本啦哈，这是天皇的标志。好，这是天皇的标志哈。这是台湾真正的主人的标志，不是日本国旗哈，不是新日本国旗啦哈。
啊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，哈、哦，这什么关系？不要啥不要，各位看这三张哈、哦，因台湾即卖现状都是日皇属地，天皇的属地，美国占领中，啊、哦，流亡中华民国暂时代管，是这个暂时，足久足久的啊，甲即卖已经六十七栋啊，啊，是安那这暂时的变六十七栋，因为中华民国来代管台湾。过四冬了后，伊流亡啊！啊，流亡了后吼，就继续用八二三炮战啊，哈，后续的一些好、哦、政治作为哈、哦，来咧赖在台湾不走了，好、哦，他们不想走了，哈、哦，不想走了，因在台湾吼，足侪好康诶，足侪甲咱台湾人剥削诶，好、哦。首先，咱来熟悉讲，日本是啥物？日本，咱台湾是啥物？台湾，好、哦，要甲各位讲。全世界有一个共识，你拢捌听过一个中国政策，对吧？全世界拢认讲一个中国尔，无两个中国。吼、哦，不过要甲各位讲吼，全世界除了一个中国，还佫有一个秘密，就是两个日本，咱有两个日本。吼、哦，大日本帝国佮新日本是甚物关系？吼、哦，要来甲各位讲吼，咱才是当清楚讲，咱到底是甚物人？日本战败，敢是灭国？好、哦，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哈。大日本帝国，伊的英文名称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。好、哦，你要记这英文名哈、哦，皇帝哈、哦，帝国哈、哦，日本的帝国哈、哦，皇帝的国家哈、哦。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哈、哦，就是啊，做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的时阵，君主立宪制哈、哦。第一步谈迄个亚洲这个所在所制定的。修补宪法，上面叫做君主立宪。君主立宪就是让人民拥有参政权、参政权。所以，人民的声音，天皇拢爱去要按照程序去帮你处理掉你的麻烦。好，你讲你拄到什么款的状况，啊，你要安那来处理？你人民会当有声音。国较早前绝对君主制的时阵，皇帝讲啥物，你人民都爱做啥物，敢毋是安尼？好，确实吼。啊，君主立宪就是讲，皇帝予你有机会会当表达讲，我应该安那，才会当予整个国家更加好，所以予你有讲话权利，吼、哦，就是君主立宪制，吼、哦。甲即卖英国，即卖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，伊当中拥有五十四个国家，吼、哦，这无规定讲一个皇帝当拥有几个国家啦，吼、哦。伊丽莎白二世在大英国协一共有五十四个国家效忠于他，啊，美国是脱离。大英国协出去的，好、哦、一个国家，所以原本有五十五个国家，好、哦、啊，美国跟英国打完独立战争之后，印度脱离啊，好、哦、脱离这个关系，好、哦、脱离那个所谓的那个主权，脱离主权哈，就、哦、简单的啦，今天日我的囡仔大汉啊，娶某生囝，伊爱甲我划独立，还是甲隔壁划独立？当然是甲我划独立，因为伊要出去家己一家啊咧吼，讲啊这个部分我都唔免甲管啊，吼，饲囡仔、管囡仔，后一代代志伊要等于伊个囝就是我的孙嘛，吼，我都唔免佮管啊，伊独立。吼，美国向英国划独立，啊，所以英就拍战争，吼，拍完战争了后，美国伊独立出去啊，啊，当然是有一寡西班牙啊、法国的介入，互因会当来处理这个代志。好，会当来同意这个代志吼。啊，战后美国甲英国敢有共一家伙啊？共一家伙啊！所以美国做的任何决定，英国拢甲支持，是安怎？因为美国都是英国脱离出去的囡仔，伊大汉啊，伊要家己出一家啊，同款意思。啊，我的囝后边娶某生囝了后，伊要家己一家的时阵，迄敢是我的囝？当然是要是我的囝。啊，所以伊做的任何决定，我爱甲支持无，嘛是爱，吼、哦，嘛是爱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主权的部分吼、哦，咱爱知影讲，这是所有咱知影吼、哦，在但咱人间世间在用的法令，都是来自于自然主人法所衍生出来的，吼、哦。伫咧1889年的时阵，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，吼、哦，啊1890年的时阵。十一月二十九实施啦吼，啊，前一冬二月十一来公布吼，即、哦、
普宪法即马，予人讲做是明治宪法，嘛有人讲是帝国宪法。啊，相对于即马诶日本国诶宪法，有人讲是古宪法，吼、哦，帝国宪法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战争宪法，吼、哦。爱注意诶，就是讲，即部宪法诶名称有写大日本帝国，吼、哦，诶名称吼、哦，一开始毋是用这個，吼、哦，是伫咧昭和十一年，吼、哦，就是1936年诶时阵开始使用诶。啊，咱的天皇1945年的4月7日颁布诏书，予咱台湾人变作皇民，吼，但台湾家，吼，台湾家的土地当作是内地延伸的一个土地，吼，啊，咱是伫咧已经是变成是大日本帝国的状况之下所加入去的，所以咱台湾人1945年4月7日的时阵，恁的国家的名称叫做啥物？大日本帝国，吼、哦，大日本帝国，啊，大家要注意吼、哦，这部吼、哦，这张相片就是帝国的宪法的本文，啊，这是明治宪法的诏书，伊是两本无同款的物件吼。这帝国宪法的本文是属于人民的基本，吼、哦，基本自治、基本管理的条款，一个国家大法吼、哦。啊，这个。天皇无伫咧宪法顶头签名，吼、哦，伊毋是用这种形式吼，他是另外发布一个叫做诏书，就是咱讲大清帝国咧讲讲圣旨啦，吼、哦，伊是用一个圣旨同意这部宪法来实施。来，我要来各位请教吼、哦，这个诏书和这个宪法有效，但帝国吼、哦、帝制的一个国家吼。哦天皇的诏书比较大，还是宪法比较大？诏书比较大，诏书比较大，因为是诏书让宪法生效，所以诏书的层级高于宪法。哦，一定是安尼嘛，哈。所以咱台湾伫咧1945年4月7日的时阵，唔是经过日本内阁的修宪程序，不是，是天皇用一个。诏书一个天皇诏书，哈、哦，让你人民台湾人民变成是日本皇民，好、哦，所以作者学者拢讲爱整就爱整哈，可是他们没有去考虑到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，因用共和国的想法在想帝国的事情，在帝国里面，皇帝的意志高于宪法。好、哦，这边甲透过媒体甲一寡迄个教授讲的吼、哦，啊，恁会当甲我反驳？啊，这句话我讲几落届啊，吼，唔怕甲即马会反驳吼、哦。咱的大日本帝国拢总有7章76条，吼、哦，这个宪法拢7章76条。大日本帝国的7章就是天皇，第一章写天皇，第二章写着人民、臣民的权利甲义务，有权利就义务，这相对的。有参政权就有参战权，哦，这是相对的，哈、哦，对吧？因为你去跟人开会讲要可比选战，你今日开会，你去参加开会，结果大家通过讲要甲对一个国家选战，你爱出，你爱出一份心力无？你爱去做伙去拍无？爱，你袂当讲做决定了，叫别人去拍呢？吼、哦，这袂当嘿，不行，哈、哦。所以参政权跟参战权是相对的权利跟义务。啊，臣民之间吼，甲天皇的臣民的权利甲义务，遮嘛有定。第三章写到帝国议会，帝国议会是啥物组织？人民意组织，人民所组成的，所以人民可以按照议会形式，吼、哦，让天皇让整个国家改变他的政策，吼、哦，会当安尼做，吼、哦。第四章就写到这个。政府行宪机关就是国务大臣甲伊个内阁，吼，甲枢密顾问的组织。第五章讲到司法，因为因司法叫做裁判所，裁判，吼、哦、是负责裁判，伊是公正，无代表无因为讲你是迄个啊做权贵，哦你是啊做贵族，你就轻判，无没有吼，一律平等哈。过、哦、来第六章就写了会计制度，好、哦、会计制度这个很重要哈。哦你任何的决策必须要有经费，那经费必须要经过管理会计制度，
好、哦、下去做有效的管理，好、哦、啊，天皇拥有所有的权利，好、哦，你也当阿看啊哈，天皇拥有第一条下到天皇主权，第四条下到统治大权，这有啥物无共款？这都是主权所有权，这个都是主权管理权，统治大权的主权管理权。国另外这个是统帅大权，啥物意思？战争的时阵，他拥有统帅大权，所有的问题以他最大，他的意见最大，就这么简单哈、哦。一个是主权所有权，第四条是主权管理权，他把它分开的，这是分开的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不敢管的物件哈。所以天皇拥有一切的权利，伊今日那是一个昏君。伊若四界去共乌白起来惹麻烦的时阵，恁人民爱帮他擦屁股诶，这样的话就违反所谓的君主立宪的精神。吼、哦，恁人民若看到皇帝安尼有当时在昏庸的时阵，要安怎？经由帝国议会裁决，裁决什么？天皇你要宣战吼，你去宣战，你甲人无好嘛，你甲人冤家，你今日要共宣战，你会当甲反对无？会使，好、哦、会使，咩呐？钱卖给伊就好啊。所以吼、哦。在日本帝国的遗产权是控制伫咧帝国议会才咧决定诶，吼、哦，这下伫咧会计制度下，吼、哦。第七章写着补责，补责是国家面对着重大诶变革、重大的变革，获得新的土地，或者是一些吼、哦、专迄个做甲人有一寡交涉，吼、哦，是讲可比讲当初是在日本帝国战败，吼、哦、战败了啊，然后即嘛即个未当阁按照讲即个宪法。都是死的时阵，要安那来处理这个代志，有伊个固定的程序，都伫个补责这个所在第七章吼。即、哦、卖日本英文名称叫做 Japan， 应该是 The Empire of Japan， 不是哈、哦？现在的日本国有没有效忠天皇？没有效忠天皇哦，他们是把天皇当成是主权的象征哦，他没有，他是对国家效忠，因为自卫队。日本的日本国新日本的自卫队是向天皇，不是向，不是向天皇效忠哦，伊是向国家效忠。那天皇他们把它放在哪里？放在日本国里面，可是限制他不准讲话，不准表达政治意志。一个国家的皇帝袂当讲话，代表伊啥物？代表伊向关的是不是？是，好、哦、啊，咱来了解这个关系。现在这日本叫做 Japan， 不是 The Empire of Japan、哦、啊，这时间点很重要的，跟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，那个日本的时候 也是有关系、哦、新的日本国是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的程序得到全面的修改，可是旧宪法有没有被废除？没有被废除哦，因为它是修宪架构，是修宪架构，不是制宪架构。一个国家没去了后，才需要制宪，它是修宪，不是制宪。大日本帝国宪法，但现在还在哈，现在还在哈。日本国的宪法是在1946年，看清楚啊哈。咱是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，日本国在4月16日的时阵公布新的宪法。公报新的宪法代表什么？咱来注意一下看哈。这个国家因为战争欠弹两粒原子弹，吼、哦，过六冬了后，人希望讲这个所在吼，大家唔捌试过原子弹是啥物，就知影讲伊破坏力很强而已啊。美国以为说它破坏力很强而已，唔知影讲迄物件会阁留一寡放射性物质吼，一寡瑞利啊吼，但遐残留几万吨诶，伊个半衰期是。好几万年，唔知道这个物件，只是知影讲吼，他们用这个威力很大的武器，让日本赶快投降，好、哦，结果拍落了后，那原子弹拍落了后，很死的80几万人，甲后壁有一挂战后，一挂迄个叫做迄个被辐射线所干扰的一些畸形儿，哦，一挂天生的残障者，到现在都还有。到现在都还在产生，陆陆续续在产生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来看嘛，大日本帝国是战败，敢有亡国？哈、哦，有没有亡国？咱对宪法，咱看足清楚的哈、哦。新的日本国的宪法是根据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修改来的，不是制宪来啊，是修改来的哈。哎、哦，伫咧
1946年10月13日公布，1947年5月13日，5月13日开始实施哈。这谈新日本国的宪法内面嘛有写第98条，哈、哦，在日本帝国宪法前提成的法令，哈、哦，加新宪法违背的时阵，哈、哦，当时失效，哈、哦，同时失效。意思来讲，哈、哦，只要无违反着新宪法的内容，旧的宪法要有效无？有效。哦，这个意思就是咱台湾话在讲讲新例无设，旧例无变。哈、哦，新旧相冲突的时候，以新的为准。哈、哦，那不是整个法制，因为现在民众中七十六条，无全部拢废除，没有全部都废除。啊、哦，无全部都废除哈。即卖的日本叫做 Japan 哈、哦，这是天皇和新日本国的宪法实施的诏书哈，诏下哈，经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的73条，哈、哦，这天皇的诏书哈、哦，头顶下来哈，由帝国议会来表决批准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正案，所以即卖日本的宪法是修正案哈，白纸黑字下来哦。这是修正案吼，啊，然后加邓英啊签名吼，啊，这是内阁总理大臣甲伊的一寡内阁的名吼。亡一个国家灭亡了，才需要自宪。大日本帝国只是战败，没有亡国，都亲像当初是清帝国甲日本帝国战争的时候，甲午战争的时候，清帝国也只是战败，不是亡国，是不是安尼？确实吼。新宪法是由旧宪法修正而得，所以旧宪法还存不存在？存在，母法存在，这个子法才会继续存在。好，咱过来研究大日本帝国甲日本国的宪法史，甲咱台湾平和的关系。好，这是年表，对古早甲今嘛，好，从远到近，好。1890年，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施，好、哦，先实施了后，然后1895年下关条约，人因啊做清帝国讲的讲马关条约哈、哦，台湾平和永远挂予大日本帝国天皇，国民党甲咱骗，骗讲啊做日本是挂予日本，唔是挂予天皇哈、哦，结果咱当甲看，迄、那个啊做当初时的马关条约哈，甲即马哈。迄、那个签署的店春帆楼哦，大家若去日本的时阵哦，恁去春帆楼遐甲看哦，伊头顶有迄个物件哈。马关条约的开宗明义的前言，都已经写到这部条约都是和平条约啦哈。马关和平条约的那个架构，我念嘛各位听哈，大家当穿越者哈。大清帝国大亨第八下，甲大日本帝国大亨第八下。为要订立合约，吼、哦，让两国的臣民重新重修平和，共享幸福，啊、哦，共享幸福，并杜绝将来纷争之端。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，吼、哦，派李鸿章，吼、哦，啊，在日本帝国陛下，一派啊，做伊藤博文，吼、哦，来签署，来代表签署这类文件。大日本帝国的天皇，甲大清帝国的皇帝，各派使者，哦、而且写了委任书，好、哦，一叫下哈、哦，彼此效约，所奉谕旨，证明君属妥善无缺。意思什么意思？就讲哈、哦，我两个人告对彼此检查对方的身份是不是代表天皇，虽然不是天皇亲身来签的哈，啊，不过是不是？有代表天皇的代表性，结果大家拢有提出，因为啊做诏书出来，啊然后清帝国的人提出伊的圣旨出来，这个传阅下去，因为迄、那个我自动较不爱用纸，大家现在以外，你若要爱电子档，我当拢有你哈。啊，即马有足方便的物件叫做那个 Google， 你当去搜寻哈、啊，网络搜寻哈、啊，这个物件，好、啊，这顶、個、头是写皇帝甲皇帝的条约哈，传阅下去哈、啊。啊，这个条约可比。我提100块，叫阮囝去甲我买一罐豆油，吼、哦，啊伊100块摕，感觉店的头家，啊他妈摕头家，走50块，啊然后佫摕一罐豆油予伊，吼、哦，
啊，要甲逐个位问，即罐豆油甲剩的走的50元，阮囝爱给我无？迄是阮囝的物件，还是我的物件？当然是我的物件，因是我委托伊去甲买的。哦，啊，天皇委托伊的总理大臣，啊，清帝国的光绪皇帝委托伊的李鸿章，嘛是总理大臣，两个去交过来物件，做成了交易。那回来之后，他上面写的台湾是在天皇手中，还是在内阁总理大臣手中？当然是天皇手中哈。所以咱来清楚一点哈。1895年诶，甲啊做1915年西南安事件，拢总开十冬的时间哈。大日本帝国征服全台湾，日本开20冬的时间征服，这个征服包括啥物呢？佫包括通婚，哈，佫包括通婚，因为马关条约顶头交割的台湾，只有1/3西半部，其他东半部佮中央山脉迄个所在，1/3的台湾是人原住民的所在，是原住民的所在。啊，清帝国佮大日本帝国战争，嘛毋是为了台湾战争呢，为着韩国战争，吼，啊，战争了后，结果佮台湾割予人是安怎？因这毋是个囝嘛。吼、哦，这毋是个囝嘛，吼、哦，伊无要疼这台湾嘛，伊嘛咧疼台湾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刮起的时阵，敢那1/3尔，剩的1/3顺续共刮起呢。啊，这会使无？袂使，袂使，要安怎？结果日本来接收的时阵，接收台湾的时阵，发现就讲惨啊，敢那1/3是迄个啊做清帝国的所在尔，1/3是咱原住民的所在。啊，迄个界址拢有定出来，佮用一个人质关，叫做人质关。你互相袂当通过啦，哈，变成台湾有分成两个大区块，一边是原住民的所在，啊，原住民佫分作足侪族的，吼，啊，本地人已经去用汉化，吼，一三分之一是去清帝国收袂去，清帝国甲人跋筊，结果含隔壁的产能拢共输了了，输过头去啊，安尼敢有合法？无合法，所以日本决心派伊的臣民，吼，伊的啊做臣民。一挂王公贵族来啊做台湾要创啥？你知无？甲你通婚啊？啥要安尼？足简单啦吼！你的财产就是你的财产，唔是我的财产吼。我的财产嘛是我的财产，唔是你的财产。你的就是你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明拐到你的财产，通主人通好平方式了安那？你知无？你有一个后生，我有一个正水的查囝，我叫阮查囝去甲你诱拐。又怪你的后生，啊！你的财产放予你的后生，我的财产放予我的查囝，啊！你的囝变我的囝婿，我的查囝变你的新妇，啊！生落去大孙，是不是？迄是你的孙嘛？是我的孙啊嘛？好、哦，用这个方式，就是最自然的方式，这叫做通婚呐、啊！好、哦，所以国民党诶啊，做中常委一个姓廖的，我卖讲伊名，不过我若讲武冈大王，都知影是啥物人啊嘛？哈、哦！武冈大王一个姓廖的，伊讲安那，原住民很多都是杂种。伊讲这句是啥物意思？恁家大家敢听有？唔是恁闽南人啦，我咧讲，这个姓廖的中常委吼，我大家拢咧闽南，我俄罗伊有读册啦。好、哦，因为这20冬的时间吼，日本人唔是来甲你乌白台，伊是先派伊的查囝来拐你的后生，吼、哦，啊派伊的后生来拐你的查囝，甲个争头。的领袖、哦、原住民的族长跟他做交换血缘嘛、哦、我的兒子去你那做兒子、啊、我的兒子去你那做媳婦，這樣就感覺了，對吧？就是這樣啦，用自然融合的方式，這叫做貴族通婚。結果國民黨那個姓廖的中常委說什麼？原住民很多都是什麼雜種。我要跟各位說，原住民不是雜種，他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贵族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不过这杂种啊，当面汉人的话讲出来是非常的伤人，非常的伤人哈。所以我们要认清楚，这个当初是去年的1月份，迄个姓廖的中常委啊，伊讲这句话啥物意思啊？不要叫放下台，向骂啊，就这人骂哈。拢总开20冬的时间，互相通婚呐，各通婚，啊交换血缘，啊各做啥物代志？那无要听话要安怎？拍有吧？有拍不？绝对拍、哦、他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族群之间的战争，然后20年的时间
征服全台，这就是在日本帝国谈台湾的军政时期，一个政府要行刑加宪政，能够推行宪政，一定要必须经过军政时期、训政时期加宪政时期哈。伫咧1915年加1945年3月31日，就是伫咧天皇诏书生效的前一天，哈。在日本帝国全台湾已经伫咧1915年叫在日本帝国收复了后，开始甲恁教育，开始互恁讲日本话，学日本文化，恁方便方便，吼，这就是训政时期开始甲恁教育。过来1945年的4月7日，在日本帝国天皇的诏书，予台湾平和的人民拥有参政权甲参政权。所以去年咱台湾民政府去参拜靖国神社150个神拜，吼，谁要参拜？咱去拜的是日本人吗？是即卖日本人吗？毋是。因为咱有39100个在日本帝国台湾人伫咧靖国神社，嘛毋是恁，毋是咱去拜尔，是人日本人咧拜。啥日本人要拜恁台湾人？啥啦？遐侪国家190几个国家，啥啦？有遐侪国家的人民，伊毋去甲拜，伊要拜恁台湾人。恁台湾人拥有啥物？因为恁台湾人迄个时间点为大日本帝国而战。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者，咱台湾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？战败者。国民党敢教咱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？说我们是战胜国，很奇怪呢。哦，难怪周美青说马英九你很奇怪呢。哈，哦，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奇怪的哈，叫别的国家的人民，哦，不是公民哦，是国民去选他们国家的总统。哦，因到隔壁要做副长，结果叫我家己决定啦，足奇怪诶！中华民国你很奇怪呢吼，啊，你家己诶人民，甲你赶出去，你去用赶出去伫外口，哦，结果人无爱投你做副长，共产党甲赶出来嘛，共产党诶人民唾弃整个国民党，国民党是连中国人都不要的垃圾诶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若无伊何必著甲迄国民党甲赶走？何必把蒋介石给赶来台湾？敢是安尼？确实吼，啊，咱台湾人伫咧4月7日开始拥有参政权，搁参政权。啥物叫做参政权？去做因的议员，表达恁的民意，恁会当投票做决定。吼，哦，派啥物人？林献堂吼，哦，啊，大部的三少爷吼，哦啊，我拢会记伊吼，吼，哦，228的代志甲伊有关系啦，啊，台湾共和甲伊有关系啦。啊！228了后吼，走路走去日本，唔敢当个台湾嘞，嘛是伊啦。啊，不过这会当咱对阿大武的三少爷吼，会当看出来讲台湾人的比亚伫倒位吼，他的族群认知有问题，吼，族群认知有问题。那族群是国家吗？哦，不一定是这样子啦，吼，都是安尼啦。咱来继续甲看吼，台湾朋友变作是大日本帝国的固有领土，内地延伸，吼，宪法诶，宪政时期。对这个时阵开始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台湾总督府的官职原本是伫咧4月7日进前，是由天皇来派。4月7日以后，什么人派？在日本帝国的内阁来派，内阁总理大臣下去派，哈，哦，按照程序下去派，哈，哦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吉田茂落地下底的物件，哈，哦。台湾总督府的官职派任权。过来，1945年的8月15日，在日本帝国投降。对4月7日到8月15日，短短4.5个月的时间，吼，哦。我要问各位啦，我今日和阮太太结婚，4.5个月后，我讲来，这个也做，迄，那个也做宪法无效，吼，哦。国民党讲说宪法无效嘛，吼，哦，啊，我和阮太太结婚4.5个月了后，吼，哦，啊，结果我讲啊，结婚证书无效，敢有效？敢有效？绝对无效。吼，哦，结婚一天嘛是一天，有结婚只要有签署，一天都算，一天都有算。吼，哦，一天都有算。到虽然短短短短，迄，那个有效的实施宪法时间只有4.5个月时间。吼，哦，不过一天都有准算，哈，哦，一天就算了，哈，哦。在日本帝国投降，美国军事占领日本、琉球、台湾。拢总分做三个地
三个军政府在占领。日本就即卖日本国由美国直接占领，琉球由联合国同盟国就是同盟国委托美国占领，台湾由美国占领，用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让蒋介石代管。大家拢知影麦克阿瑟一号命令，冇听过嘛吼？哎，迄都是中华民国赖在台湾不走的。哎，第一个原因，好，都是第二个原因，都是麦克阿瑟让他进来的。东村时来轰炸台湾的，来轰炸台湾的，大日本帝国的，敢是蒋介石？敢是？唔是哈？是啥物人？美国，是美国哈？唔是，唔是蒋介石，肯唔是啊？这个国民党讲。日本轰炸台湾呢、欸，很奇怪、欸哦、他们是一直以来都很奇怪的、啊。这个国民党统高篡改历史、假造历史、哦，大家要注意，那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、诈骗集团。啊、哦，过来，台湾朋友由麦克阿瑟一号普通命令，蒋介石指派单于来代管。在1945年的10月25日。大家注意哦，8月15日的时阵导航，10月25日的时阵，经过2个月时间，这2个月的时间，台湾是有政府还无政府？有政，迄个也做无政府的状态啊，所有的运作全部停止，台湾含差啦都无发生嘞。台湾人已经经过日本人的教育了后，已经非常的有规矩啊嘞。吼、哦，啊，但迄个1895年马关条约进前，你敢知影台湾是啥物款的状况？我举两个。国际事件，予恁知影两战的意义啦。这就是南甲之盟。美国有一台商船叫做罗发号，但迄个也做高兰片外海遐搁浅。结果咱台湾族的人安怎？有较救无？人的船走来伫咱的附近沿海遮搁浅，我们是不是要作为人道救援？要不要？要吼，那是我们现在的想法。咱以前的祖先毋是安尼想吼。迄金头毛来咱遮，要安怎？你知道？人甲抬落死，物件甲抢落走，含船帮拢甲拆了了，吼、哦，全部消失。哦，美国为了这件代志向清帝国抗议，你清帝国管辖下的台湾，凭啥物甲我的商船的人要甲伊救，然后佫甲讲死，你也来处理，可比安怎？我的囝走去共曼巴拉，吼、哦，毋捌甲教育嘛，也袂甲教育嘛，去共曼巴拉，啊人迄、那个。巴拉远的餐主来找我讲，我爱敢负责吗？这囡仔还袂大汉哦，他去惹是生非了，我要不要负责？我当然要负责啊！不过你知影无？清帝国的大臣安怎讲呢？生番忌我于法外，法与不法为贵国制裁之，这是白纸黑字的回复。吼、哦，这个物件是国际事件，结果清帝国拒绝承认讲伊拥有台湾，因为安尼吼。伊就毋免处理啊！阮囝去共台湾爸啦，我无承认，伊是阮囝，迄个囝互讲死，迄我嘛无去管伊啊！第时敢会安尼？那真正是阮囝，我敢会毋插伊？嘛是爱插伊哦！啊，咱台湾人敢有互中国迄边的人当作是家己的骨肉、亲生骨肉，有血浓于水吗？没有，吼、哦！结果美国总爱含台湾族开战，尾啊，因为战术不平衡，美国人有一个骑士精神，因的武器较先进，人伊海军开来甲恁兜门牙口，咱的船是含开嘴就无咋开嘴啊，人有法都漂洋过海，越过太平洋，直接到你这边来跟你打仗。结果咱台湾全抗战哦，结果美国人看讲迄是原住民哦，这打赢嘛无公赢，所以安怎你知道？啊，卖怕了，卖怕了吼，就不打了。哦，啊有没有经过宣战？有经过宣战。有经过宣战，要不要签订合约？要签订合约，签订什么合约？南甲之盟。南甲之盟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恁台湾人、台湾族，跟美国的海军作战，恁台湾人真厉害。我那个战争，我们是战胜者，所以他上面写得很清楚哦。以后要上来台湾，要举红旗为号。哦，大家当去看这个物件哈，南甲之盟发生在1867年。啊，咱会当看出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，因中国伫咧国际事件公然放弃台湾的主权，讲迄毋是阮囝，去台湾巴拉甲讲个死无要紧，甲我无关系。伊讲生番忌我于法外，法与不法为贵主国制裁之。国贵七当，吼、
1874年的时阵，琉球，陈敏，琉球是琉球国，那时候是那个琉球国哈，那时候还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藩属国哈，都是因为牡丹社事件，哈，原本最近报纸大家有在看嘛哈，中国讲安怎呢？琉球国原本就是中国的附属国，好，我来讲。牡丹社事件伫咧1874年的时阵发生诶，吼、哦，啊发生的时阵安怎你知道？琉球迄个所在，琉球王国吼、哦，它是确实有一个王国吼，伊、哦、诶人民走来伫咧牡丹社遐遇到台风，然后过来伫台湾遮遇到船难嘛吼、哦，没有举红旗为号，结果安怎你知道？恁台湾人安怎你知道？搁较抢劫，吼、哦，搁较讲个死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含船帮拢听当协会，谁人咱会做这种代志？因为咱认为安尼是应该啊，安尼无犯罪啊，咱无国际观念，无甲人做朋友的观念，无外交观念，没有国家的建制的观念。啊，清帝国管台湾管偌久？管200几冬呢？含这种同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教育台湾的人，而且。当台湾的人不小心误触那个法令的时候，跟人家发生摩擦，跟美国发生罗发号事件，跟日本哎、欸，跟琉球发生牡丹社事件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伊个人走来咱的牡丹社的时候，咱拢讲台戏呢，认为安尼是应该呢，这是啥物？海盗，跟索马利亚现在索马利亚一样，索马利亚是较先进哦，因是出列公海掠人入来，哦，伊起码说比较好啊啦。啊，咱台湾人是，迄当初时是无迄个设备安尼尔吼，哦，即马拢乌金光啊，坐咧就出去人掠啦，吼、哦，拢洋枪劫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是无差无乌金光啊，无犯事迄个时阵，我来去洋枪劫，咱无一年安尼犯罪呢。啊，迄代志发生是当时1874年呢，离即马才100几冬尔呢。你知影百几冬前，咱的祖先，咱遐先辈，安尼都当作正常的呢。伊甲金头毛的吼，蓝眼金发蓝眼睛，无甲当作人。嘿，无甲人当作是人嘞，吼、哦，甲抢劫是拄拄好尔嘞。这啥物人甲咱教的？都是因为无人甲咱教，因为这是自然嘛。因为一个人入侵者，迄毋是咱的人，都甲攻击嘛。这就是原始的那种想法。结果清帝国这件代志，琉球是中国的附属国、哦，1874年的时阵哦。结果中国敢有解决？台湾是你。中国的结果你无要解决，结果安那你就伊转去找日本，日本转讲无要紧，中国唔甲你处理，我来甲你处理，转去向美国要求干涉，因为啥呐？伫咧七当前，但台湾只有下一个蓝甲之盟事件，拄到尊严的人袂当甲讲个死，袂当甲抢劫，结果恁台湾人七当后赶快安尼做，表示讲蓝甲之盟恁台湾人无遵守，啊啥也无遵守。因咱当初是应该的啊，而且咱当初是搁是战胜国呢。吼、哦，我们打败美国海军，第一个呢，全世界第一个打败美国海军就是台湾的排湾族诶，足厉害。搁订一个南甲之盟条约，迄、那个条约只嘛放伫美国国会图书馆，这国民党拢唔敢甲恁搞。吼、哦，第一个打败美国的是谁？啊，恁台湾人咧，恁台湾人咧。啊，所以咱迄个屏东出会所在有立一个南甲之盟纪念碑。还代表什么？代表那个东西有一个战争啊，那代表我们当初是打胜仗，当然是不是打胜仗啊？美国的骑士精神，伊唔敢怕另外族民啦，伊是少林啦，啊，甲恁怕赢无讲赢，啊，怕输我加衰，哦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咱对这当下看，中国伫咧牡丹社事件先讲安怎？生番血楚楼局，哈、哦，为王化所不及，赶快法与不法，为贵国制裁之。白纸黑字写呢，结果日本怎讲？无要紧，你琉球是清帝国的附属国，你即马卖改做附属国啊，换做我的附属国，我来听，我甲你保护。结果就打，有没有打？就打了。清帝国在哪里？跑去躲起来。讲迄个囡仔甲讲的是，迄头班爸啦甲讲的是，即个是头班任务啦吼。按伊那讲当做头班是应该，其实这是人性的，我都。原始的动物啊，我都巴肚枵啊，我都去啊，
顺手安尼尔，顺手牵羊啊，然后顺手安尼都外来物件甲讲是啊，物件抢抢诶，这是原始人的做法。阮第一人甲人之间诶，当然咧未使啊。国家跟国家之间可以这样子做吗？不行诶。好、哦，咱拢知影讲即卖爱讲究人权，那拄着人传来是咱人斗三工咧吼，搁、哦、准备物件好食，然后要走诶时阵哦，哦，宽足者咱诶些当地的一些名产让他带走，让他风风光光的回去。即卖咱是安尼做诶啊，百几当前咱诶祖先安怎？共抢劫的，咱是海盗的。啊，啥物人甲咱改变的？马关条约了后，日本甲恁教育，因为当初是日本是全亚洲唯一有经过工业革命的国家，有经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国家，伊有参加欧洲的进化，整个亚洲只有日本有参加进化，人类的进化。包括文艺复兴时代对人的人心的改得那个提升，人的进化，人生心灵的进化，对物质的进化，都是工业革命利用机械来制造生产。哦，当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阵，和经过日本，因为工业革命，因为文艺复兴时代，和大家开始有思想，会想代志，什么物件是合理的，什么物件是应该按安那做的。和大家开始用创新的生产方式来生产，已经好个啊！伊足厉害啊！我问各位一句话：当你足有钱的时阵，身躯顶过了十亿的时阵，你如果你的旁边住的邻居都是平民，都是平民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两个作为：第一个，你会想搬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足有钱，全世界拢知道你足有钱的，你的厝边拢做啥呢？你厝边啊，敢若甲你看者，你就感觉讲。唔知道想讲要入来我家搞我拼无？会安尼想无？会，有钱人会这样子想，这都是巴长无够下，无够快。另外，这就是讲，无要紧，我足有钱啊，后来吃，你是我砖头的人，来，恁大家来，拢来参加，我安那好嘅，我教你教，我教你安那好嘅，我厝边啊，和我差不多好嘅时阵，拢带一挂律师啦，吼，老师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讲啊嘛未歹呢，我厝边啊，大家蛮足好嘅，水准有够嘞，吼。啊，当初是日本是安那，伊踮迄个所在，伊讲我都搬厝，无再搬厝啦。伊只有安怎，互你周边的国家跟着进化，因为我日本已经好个啊，我已经有能力啊，我已经进化，所以周边的国家，大家拢爱提升。哦，安尼对我嘛无风险啊，无你安尼我的船啊，走去你遐，你就甲我喊，吼、哦，你甲我拆船房，你就甲我抢劫，你就惊死啊，吼、哦。啊！恁都爱跟讲哦，这安尼唔好哦，你都爱安那做啊！我会甲你答谢，我会答谢你，好、哦，我会答谢你哈、哦。所以，伫咧马关条约了后，台湾人开始受统先进的日本教育，伫咧亚洲统先进的，开始对原始的海盗的那种思考模式，变成全亚洲最优秀的，进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哈。哦啊，清帝国甲你管两百几冬，敢有甲你教？无呢。日本用短短，包括甲恁通婚的二十冬，包括甲恁教育的三十冬，拢总五十冬的时间，互恁台湾进化，互恁台湾原本这个所在无水沟啊，有水沟啊，无水利施有水利设施吼，无迄个也做，迄个也做水库，甲你起水库，无下水道，我甲你起下水道。无灯，甲你配灯；无铁路，甲你配铁路。互你进化，互你含我日本拼好个。你若我若甲你拼好个，是你甲大家阮兜甲我拼，袂啊啦吼，吼都袂啊啦吼，因你嘛不欠嘛吼。他是希望这样子吼，这是一个自然的权利，那个自然的所谓的那个互助啦，社会的那种衍生那种善意的那种向上的行为哈。所以伫咧1945年的时阵，10月25号，大日本帝国总督府去蒋介石弹劾甲解散，过来宪事报告。过四冬，伊流亡啊，流亡来遮的时阵，伊敢有法度规划？有没有办法规划？行宪机关已经被你瓦解掉了，结果你自己流亡。过了4年之后，中国蒋介石集团他跑到台湾来。你就算想要在台湾，你有没有按照有没有办法按照国际法？我敢向你效忠，还是我想要做你的臣民？
好、哦、啊，按照国际像咱要去摕绿卡，咱爱经过迄个时间，才会当转换成公民。好、哦，这种固定的程序哈。过、哦、来哈，伫、哦、咧1946年初春，在日本地迄、那个日本国的政体战败了嘛哈、哦。日本国草泥修宪，在日本帝国天皇巡幸日本国政体国境，亲自按照马关条约的模式，上面有写着四个字，叫做。就地踏勘，哦，当初时李经方伊就派李经方去甲人就地踏勘，就是甲人交交清楚。这個、意思是啥物？各位捌买卖土地无？你若买卖土地时阵，甲人拍界址，吼、哦，定好界址了后，吼、哦，界址就定了后，叫人去量，量的时爱服无？爱去服无？爱去服讲，迄个物件有确实是安尼，家己去量看嘛哩无？有无？一定安尼做啥呐？这叫做就地踏勘呐。啊，是讲你干那凊彩安尼，啊，都卖都卖啊，啊，卖一半好，卖一半就签一半，啊，卖偌济哦，几分啊，几分就几分。问题你敢有交我讲是要对一角？敢有讲是要对一角？无讲呢，所以你要就地踏勘，说是这块这个地方的全部，这个地方的全部。所以当初时，都派李经方吼、哦、来去就地踏勘。啊，大日本帝国战败了后，吼、哦，日本国。草泥修宪要脱离大日本帝国，啊、哦，什么人要脱离？什么人要独立？我跟你讲，恁台湾人无资格独立。什么人独立啊？日本人独立啊！日本人向谁独立？向天皇独立，包括恁台湾，天皇包括恁台湾。啊，恁台湾是要搁含向独法独立？足简单嘞吼！我的囡仔，我头头有讲，我的囡仔后边大汉一定向我法独立，因为伊都大汉啊，要出去家己一家啊。一定是向我发独立，伊敢会去向隔壁发独立？那隔壁发独立，我就变面啦。好、哦，结果主权伫咧天皇的手头，咱台湾人一直以来都主张迄个台湾独立。你台湾是要向谁发独立？要向中华民国发独立呢？问题是中华民国敢是阿爸？唔是呢？咱认唔到伊呢？就算要同意嘛，是天皇爱同意，而且你台湾人爱有够好，真正发到管理家己啊，有自我能够立足的能力了，你才能够独立啊！你有迄个做有法度好，家己有法度一家，你要脱离开我，哦，我爱接受我的啊做有迄个做援助，金钱上的援助，啊物质上的援助，你就表示你大汉啦，你有法度讨食呢，你才会当出去吧。是骨头还袂打落，想要背，哦，咱那时哪样囡仔要去，甲咱想早去甲人嫁娶的时阵哦，是骨头还袂打落，想要背，咱会讲骂无？会啊，因咱唔甘才会讲骂啦。就是因为唔敢再讲骂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吼，所以独立会带来啥物战争啊？独立会带来战争。后边阮囝甲话是，我嘛唔敢讲骂两句啊，一定是安尼嘛吼。不过独立出去了后是啥物关系？敢是完全无关系，毕竟关系要地理啦。所以美国脱离开英国的时阵，打独立战争完之后，美国做的任何决定，英国都同意的，是安怎？阿布啊，伊是阿布啊，哦。唔呐，同意你啊！周边包括加拿大的女王是谁？伊丽莎白二世、欸、澳洲的女王是谁？伊丽莎白二世。好、哦、啊，马来西亚是皇帝坐哦，皇帝一顶头阁有啥物人？伊丽莎白二世。大英国协一共54个国家效忠于英女王。好、哦、啊，美国是对大英国协剥离出去的，打独立战争啊，讲阿伯我大汉啊。我甲你握手吧，握看卖嘞，互你证明讲我已经大汉啦。啊，讲好啊，你大汉啦，出去，吼、哦。后边你拄到代志的时阵，你宣战的时候，阿伯绝对带53个囝甲你斗三工，是不是安尼？就是安尼。你甲看即摆拢发生啥代志？吼、哦，新加坡讲是华人国家呢，是不是？因是咪讲是第二个华人国家？第一个华人国家是谁？中国啊。第二个华人国家是谁？新加坡啊。他们是国家。你知道吗？新加坡向谁效忠？英女王哎、欸！所以安怎你知无？即届台南的演习，美国甲新加坡这边租借军港，我等你啊，藏有了通信一个哦，佮唔惊伊来窃取机密哦。光明正大的讲，来你个所在借我，是安怎？啊，你都我兄弟啊！新加坡是我美国兄弟啊呢！你华人国家是你咧讲的，你国家咧？你国家是，你阿母是英女皇，我的阿母嘛英女皇诶，哦对吧？
啊，我甲你借一下所在哩，要来放统神级的无人战舰，独立号，拢总放五只。迄种船吼，完全免人驶，加速带伫德州，经过卫星去遥控那个战舰开出去，开回来。人员现在已经不需要在战场里面跟人在刺枪术，那是中华民国的做体操啦，吼、哦，那根本无什么作为。即卖战争已经不是用人来打，用现代武器在打。你甲想看卖啊嘞？自称为华人国家的新加坡，为什么愿意把军港让给美国去驻军？然后准备打谁？打中国？哎，华人国家，那你应该是不是新加坡是中国的兄弟啊，血肉兄弟啊？我还讲不是，新加坡是跟美国同国的，因为他们同一个阿母，他们都要效忠英女皇，他们都曾经效忠英女皇，只是美国跟阿母阿舅爸赢，哦，我独立出来，只是安尼尔尔。所以你会当阿看，新加坡号称华人国家，结果总爱把军港和美国去那边放了。舞台无人战舰、隐形战舰、统神级的，迄今年代志尔。吼、哦，你着怎知影讲一个国家的主权？吼、哦，咱安尼讲啦吼，顶讲一解啊，主权大于国家，大于族群，大于文化。安那讲，无规定讲一个皇帝会当拥有几个国家。大英国协。欸、女皇拥有54个国家，有54个国家向她效忠，其中的16个直接效忠，38个虚位效忠。我问你咧，英国女皇是啥物国籍？无国籍咧，是安那无国籍？53个囝，拢叫伊阿母，伊要活在一国的时，拢叫做偏心嘛。啊，干脆就卖有国籍。哦，啊，咱天皇有国籍无？无国籍。天皇没有国籍的，好、哦，阿姨面那出古兰宫啊，他怎么拿护照？护照是你们人民自己管理之间的事情的，那个跟皇帝无关啊。皇帝去哪里不是走海关的啦？他是走有那个所谓的元首专用通道，好、哦，经过的大日本帝国拢是天皇的，好、哦，啊，天皇有两个，有三个囡仔，一个琉球，一个台湾。啊，一个就是大日本帝国，哎、欸，迄、那个即卖日本国吼，目前啊，啊，大家当看吼，伊是安排去巡线，全国走透透，实施迄宪法的所在，全国走透透，为虾米？因为爱按教法令就地踏勘，吼、哦，这个有马关条约上面也有就地踏勘吼、哦。法理上有两个天皇在搞挂，一个就是大日本帝国绝对君主制的天皇。这个就是新日本的天皇在搞国，啊是安那伊也亲身来，马关条约派一个官去就会使啊，派一个也做迄、那个也做李，迄、那个也做伊藤博文啊，去代表就好啊。是安那天皇这个爱亲身，因为我咧讲，这个时间点两个天皇拢无官好派，因为他都有讲过，新日本修宪了后。他已经不能够介入政治，所以伊袂当指挥新日本的内阁总理做任何的代志。好、哦，伊等于向关伫咧日本袂当讲话。好、哦，所以新日本国不对他效忠，他就不能派新日本国的官员担任这职务。那大日本帝国呢？因为战败，亲信都切腹自杀。有的人向掠去判军法、判国际法，吼、哦，杀掉伊啊，嘛无官好派，所以无官好派的时阵，要安怎？歹势校长兼公证吼，一间公司今日放假，结果头家向家己去接到订单，要安怎？头家只有家己来啊，同款意思吼、哦。所以两个天皇其实是同一个人啊，不过伊法理上是两个身份，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天皇。包括琉球，包括台湾，包括北方四岛，包括主岛，包括新南群岛，整个规地的大日本帝国，加日本国就是迄个区域，好、哦，那四个主要的岛，那个四个大岛哈、哦，就是日本国即卖目前实施有效的宪法的所在哈。宪法它是由
地区性的哦，不是你实施的宪法可以延伸到每个地方去哦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知道我意思不？日本人，但日本爱死的是日本的法令。日本人伫咧美国爱死的是日本的法令，还是美国法令？美国的法令。啊，所以迄日本人呐，你游去日本迄、那个美国的时阵，敢有代表讲日本的宪法不存在？是你人走出去迄个亚洲迄个地区啊，吼，是你走出去地区啊，不是它不存在。大日本帝国，它只是战败，它不是亡国、哦。伊迄个国家无死去哦，吼、哦。所以伫咧1946年11月13日，大日本帝国天皇签署，伊先去做透透，全部巡一遍，吼、哦，啊，盖起拍牌，吼、哦，全国走透透，拍牌了后，然后签署着日本国的修宪架构，吼、哦，这个时间点1946年11月13日开始。日本国都已经不是大日本帝国了，它是大日本帝国里面的一个自治区块。所以台湾人常在发独立，抱歉，人日本人就较早就发独立了，你没机会发独立。独立就是什么？我要跟你绝交，你就已经绝交，你敢不敢再跟我自己绝交一次？都已经绝交了嘛，对吧？人家割席啊，你都已经割了、啊、已经你一块我一块了、啊、何必再割让一次？何必再切割？是不需要了。所以台湾人要甲宪法独立，你嘛免法独立嘛，无需要吼。因为你会当下看吼，旧金山和平条约2B 吼，第二条的 B 款啊，日本放弃台湾澎湖一切的权利，吼名义与要求，吼他放弃一切，可是没有加 S， 然后他是悬空，他没有说要谁。所以你们如果有接，你拿因为我的条款接受到迄个做迄、那个我无按照安尼做的，造成恁的损失的。听好哦，造成恁的损失的，才会当来告我哦，吼、哦，才会当来告吉田茂哦，吼、哦。结果1952年，吉田茂落地下底有啥？空壳的，空壳的，因为伊代表啥物？伊啥物都无代表哈，啥物都无代表哈、哦。今仔足简单的啦，我是一间公司的头家，我派一个业务，可比恁是业务，去买物件，吼、哦，代表是我。明仔载你离职啦，已经无代表我的公司啊！你的业务代表权已经终止了。后日你敢会当用我的名义阁去讲买物件？用你的印信无？会使无？啊，我要取回你的印信，是不是要跟你终止？一定把你的迄个授权状拿回来啊，或者是把你登报错费嘛？是不是？让大家都知道说你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人日本已经跟你讲，1946年11月13日已经跟大日本帝国无关系啊呢。哦，所以。1952年的4月28日，就算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本国是啥物？日本新日本哦，敢代表大日本无哦？啊，问题是你吉田茂，你放弃台湾，放弃什么东西？你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我甲各位讲啦，伊口袋里面还是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不存在的台湾总督府官制派任权，可是他是被非法所解散的哦。哦，关键的，那边在开会，这边在开会。那边的主席宣布散会，结果咱这边说走了了啊，安尼有准绳无？无呢，这边的主席宣布散会才能散会呢。那边还那边，别的国家该当去解散，美国可以去解散那个日本的那个所谓的他的自己的那个内政部吗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意大利可不可以去解散俄罗斯的那个一个省的省长的职务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，因为他不是你派的，你凭什么？不是你派，你凭啥物要解散？你单一只是按照麦克阿瑟一号命令，你来代管台湾尔呢？你敢有资格好讲解散人家的国家？有没有？无呢？战争嘛不是你派的呢？啊，无你敢有美国的委托书讲迄是甲阿瑟天皇讲好的物件吗？无呢？所以这个非法解散啊！所以咱台湾总督府的官职到今麦有第二无？我跟你讲，要有第二。按照法还是在，只是讲已经无人在实施啊，因为强违法解散，违法解散还可以救得回来了哈。爱落地下底，吉田茂落地下底的物件是啥物？因为1945年迄个诏书，互恁台湾人变作是恁家的官职，日本内阁派，唔是日本天皇派，所以落地下底是，啊，就一支锁匙啦，哈，足简单的啦哈。我是台奥多拜挂锁匙。
去当店当有钱。哦，我一台奥托拜碰见去啊，落地下底存锁匙，去当店我当有钱，当无钱啊？当啥物？当锁匙会当当得钱吗？无啊，无啊，没有了哈，不见了，就是不见了。所以1942年10月7日，日本帝国天皇用诏书签书同意日本国的新宪法，只有在那个地方有宪法，安尼搞违规。啊，怎么一个皇帝拥有两个国家？这不稀奇耶，我头头有甲各位报告过，一个皇帝拥有54个国家的都有耶，有没有？大英国血啊！加拿大遐大地的土地，澳洲遐几地遐叫做土地，纽西兰迄种无够大吗？足大呢！迄种爱效忠于女王，吼、哦，要甲各位讲的是安尼吼。过、哦、来，1949年10月7日，草头啊政府，吼、哦，因为政变流亡，用内战，什么内战？823炮战，你知道什么叫823炮战吗？单打双不打，双打单不打。讲好的啦，我就是当时的时，我去开炮哦、喔，把你讲好的。刚好你讲我要跟你拍对，我先跟你讲的。那不是在演戏吗？套招嘛，他在干什么？欺骗全世界说我们现在是因为战争还没结束，所以我要继续赖在台湾。他在干什么？他想要借由大日本帝国台湾。还被压制状态，想要把台湾挖回中国啊？谁在进行统战？国民党拢讲啊，这共产党在实施统战。我跟你讲，谁在实施统战？国民党，国民党啊！整个823炮战，您知影无？打了21年，为什么没有一枪一弹敢打台湾跟澎湖，只打金门跟马祖？因为周恩来很清楚，如果子弹打上澎湖跟马祖，那个打上台湾跟澎湖，那是美国的占领地，等同对日本、对美国宣战。对美国宣战有什么好处？你会被后面的阿哥一个阿婆带53个囝做伙甲你讲。哦，最近南海遐拢总22个国家，哦，他们的演习，刚这个国家无演习尔，这个国家足重要的，叫做蒙古国。恁知道什么叫做蒙古国无？知影无？中国人最爱讲的吼，你们台湾自古以来，台湾是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，琉球是自古以来中国的藩属国。不是吼，我要甲各位讲吼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元朝的一部分，大家懂意不？就蒙古的一部分嘛。蒙古国现在还在不在？在耶。那你中国是蒙古国的一部分，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，蒙古从来没有建制海军。因拍到海，因台徛尾，因是徛尾的族群。因尾徛起来了，拍到海啊，好啊，无啊，迄边海边靠无关系。他们是陆权国家哎，应该不要建制海军，没有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没有海军，他怎么可能跟台湾、跟澎湖、跟台湾、跟那个琉球有关系？所以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是蒙古国的一部分，而蒙古国从来没有建制海军，没有建制海权，所以台湾跟琉球跟你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823炮战，单打双不打，演戏啦，吼、哦，骗全世界，讲伊要咧内战，敢真正咧内战，无影无假啦，吼、哦，是咩？甲台湾大日本帝国台湾骗回中国而已啦，吼、哦。过来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国的总理叫做吉田茂，伊是大日本帝国，也是日本国，伊是日本国哦，因为1946年的时阵，伊就脱离开大日本帝国啊。1952年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时阵，伊唔是代表整个完整的大日本帝国，伊是干呐修宪出去的日本国而已。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了后，唔呐恁台湾人无自由，被占领。琉球赶快被占领，琉球是当时才获得自由，你知道吗？1972年的5月15日，咱即个台湾民政府有去跟参加，因号称主权自由啦，结果唔是啦。他们是换了一个占领者，换了谁占领？我要甲各位讲，大日本帝国当初时是和同盟国，就是联合国的前身作战嘛，对吧？所以联合国是战胜方，大日本帝国是战败方。那现在日本国在哪里？他有没有加入联合国？他是联合国战胜方的日本国，他在占领谁？
他用买卖的方式跟美国、跟美国买卖說，讲啊，这琉球这个所在吼，可以提炸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不管被占领，啊，我用一寡钱，甲你买占领权，哇，我日本人，我即卖日本是战胜国这一边的啊，不是战败国啊，吼、哦，唔是战败国，我甲你签署和平条啊，而且我加入联合国啊，爱国压制一个人，压制什么人？压制天皇，敢有全世界敢有对一个国家？诶，皇帝在伊的国土里面不能讲话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国家？你失去宣战权就算了，你居然还不准你的皇帝讲话，这代表什么？皇帝被他们关起来。啊，为什么他要关皇帝？因为他们是战胜方，加入联合国的日本，他们的国名英文名称叫做 Japan。那大日本帝国还在不在？当然在，在哪里？在台湾，在琉球。在北方四岛，在主岛，在新南群岛，所以，咱来当下看，美国，咩啊？美国啦吼，俄罗斯，吼，甲进前苏联时代，甲日本国交涉北方四岛的时阵，库页岛迄附近嘛吼，北方四岛，是安那俄罗斯不还给日本？因为你是什么日本？就简单的嘛，你是什么日本？你在这个地方拥有主权吗？大日本帝国还在，吼、哦，敢有甲所有的物件拢送互你啊？无呢？啊，你是脱离出去的孩子呢？你是已经脱离出去的孩子呢？天皇教书是甲你违约的说，你的新宪法没有包括北方四岛，没有包括主岛，所以主岛去韩国甲占去，北方四岛去苏联甲占去，敢会当行互你日本？你日本是什么日本？你日本是已经加入联合国的日本呢？你日本是战胜方的日本呢？战败者是谁？大日本帝国。然后你们把天皇放在日本国里面，限制他不准讲话，形同拘禁。所以现在你政治联合的有什么人？咱台湾人，还一个天皇、哦、天皇袂当讲伊是日本天皇，伊是大日本帝国天皇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咱会当看出来，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吉田茂落地啊地有啥物？无主权啊，没有台湾的主权。可是他为什么要写说放弃台湾所有的一切主权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名称叫做台湾总督府，已经伫咧1945年的时候，叫陈毅跟他解散。不存在，组织不存在，可是他的法令还在，表示伊还怪袂死啊，好对吧？只是讲他被非法解散掉，不能实施有效的功能而已，不代表说他不能够恢复，是不是安尼讲？就是安尼讲哈。所以落地啊地，准啥物？啊，原本1945年4月7日，进前天皇派任台湾总督，啊，因为这个所在实施内地延伸，所以。这里是宪法之地，这个所在中毒变我内阁大臣派，我落地下底搞一个官制派任权尔，那怎么办？我把它放弃嘛。可是官制不在了，我能够白纸黑字写说我放弃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吗？实际上，台湾总督府真正伫咧1945年10月25日先叫单于甲解散，敢毋是？啊，中毒走去对切腹自杀啦，安藤利吉切腹自杀啦，敢要有存在？无存在啊。啊，所以恁知影讲1952年4月28日，吉田茂落地下底有啥物？台湾总督府的官制派任权，哦、所以放弃了这个物件哈，这片面切割，他没有说给谁，所以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损失，所以无人有再来甲讲。伊讲啊，我都无爱啊，但掉我敢讲不了你，我若讲不了你，真正无好你，你就当甲我告啊。我甲讲我无要爱尔，哦，啊无要爱，但掉啊我落地下底就无物件，我咪啊但掉，好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很多的学者，哦，我那个带你讲家己的蔡东云教授啦，伊讲，古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啊，的主权啊，所有一切所有的权利啦、啊，包括马英九讲的中日合约，我是提早那个古金山和平条约3点钟呢，我提早3点钟签的，所以哈、哦，我的效力要高于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因为我是先签的啊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啦，哈，不管你是马英九还是蔡东云教授啦。你们都搞错了一件事情，那底下底吼，空壳的人哦，跟你博啥物？博欺骗的啦，
伊落伊都无钱要甲你跋筊啊，伊落底下底都无贷款啊，伊要甲你割让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因为伊从1946年的时候已经脱离大日本帝国啊，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了、啊。然后琉球啊，是到20年之后，他获得自由之后，是到1972年的5月15号才获得自由。啊，那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包括整个大日本帝国，是啊，恁台湾无自由就算了，含琉球都无自由，含迄个北方四岛都袂当行。含主导都袂当行，因为歹势，你来讨的人叫做日本国，是新日本，唔是我占的是大日本，是阿未死的日本。日本敢有得咧？日本伫倒位？就是恁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咱会当看去思考一个问题：吉田茂的身份是啥？落地下底有啥物物件？凭啥物放弃？吼、哦，恁拢袂记哩啊？1946年11月13日后。日本已经不是日本了，所以在1972年5月15日，大日本帝国琉球民政府解散，编入新日本，做冲绳县，所以咱对这来看，这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敢那局限于新日本国新宪法架构里面的日本国的证据，那不包括台湾，嘛不包括琉球。所以由这咱会当看出几个结论，哈，歹势我占几分钟的时间，大日本帝国，伊个英文名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， 即卖日本叫啥物 ？Japan。然后 The Empire of Japan 还在不在？当然在啊！你们台湾就是啦，恁台湾就是啊！恁台湾敢捌当时去脱离开大日本帝国？敢有？无呢？我刚看到一份诏书，讲天皇把恁变作是大日本帝国的皇民呢。敢有？当时把恁放弃？无呢？古今山和平条约，吉田茂伊敢有代表？大日本帝国的皇帝无呢，伊是代表新日本，因为总理尔。爱落底下底嘞，1951年的4月1号，诏书生效之后，内地延伸台湾官制的派任权，本来是天皇，啊，即摆落地个落底下底，啊，这个说是啊，我放弃啊，卖爱啊，等你安尼，我搞讲要搞啥？无啊，伊搞讲要统一国，敢有嘛无啊？不是他的东西怎么样子给，好、哦，不是他的东西怎么样子放弃啊？哦，所以大日本帝国离岸派的照片战败，但是有亡国无？没有亡国哈、哦。大日本帝国宪法因为战败被占领者美国所压制，敢有向取消？无，因为新日本的宪法是按照大日本帝国旧的宪法无法第73条的修正程序修正案，大家拢有看到，他都在天皇诏书是安尼写，好、哦、是修正案呢。国家亡国才需要制宪哦，它是修宪架构，算不算制宪？算不算亡国？没有哦，哦，台湾平和无因为任何的有效的法律文件，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脱离开大日本帝国，而是即卖日本国脱离开大日本帝国，提早摕到自由，伫咧1946年的11月13日。所以咱有一挂先败，吼、哦，有两个先了先败，走去告日本。恁日本人是安那无承认阮台湾人是日本人，我甲你告，结果日本人阿判，我无倒互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回不来了，因为我落地下底都无恁大日本帝国，我唔是大日本帝国啊，我是新日本啊，所以新日本会当发行旧的大日本帝国的身份吗？不行诶，不行诶，美国人已经脱离开英国啊，英国人敢会当甲美国人交讲，恁美国人是安那无给我英国人美国的身份证，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？他已经自己建制一个国家了呢，新日本已经修宪建制一个国家，天皇还亲自巡幸呢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当看1972年5月15日，琉球民政府因为台湾台澎帝国的台澎群岛被占领，没有本土政权，之后会当加入日本国，提早摕到自由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会当证明一件代志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敢那限制在新宪法的所在呢。所以大日本帝国的主要政体剩一个，原本有三兄弟啊，一个日本本国，一个琉球，一个台湾，伊说三个军政府甲你占领，即摆剩啥？剩恁台湾，对台湾群岛的啊，做台澎群岛的台湾民政府，咱是唯一政体。台澎群岛台湾平和是目前大日本帝国唯一的护长，日本国琉球八方四岛。八方四岛叫俄罗斯吃面吼，日本直直偷偷无，明明伊毋是日本，咱他是日本，
台湾人是日本人，哈、哦，我要来各位讲，主导去甲韩国讨，日本国去甲韩国讨，啥讨无？因你也毋是，你也毋是区的大日本帝国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叫即摆啊，叫迄个南韩所占的，新南群岛即摆22个国家踮遐伫演习，哈、哦，22个国家踮遐伫演习嘛，拢是大日本帝国台澎群岛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因咱是为了护长。本土台湾人是正港的日本人，孙权的大日本帝国方面，甲即嘛要伫政治联盟咧做努力，要搁咧行大日本帝国的战争罪。我要甲各位讲，是啥叫做恁要咧行？因为吼，恁有通扣税金无？恁拢有通扣税金？结果恁的税金去甲谁买武器？去甲美国买武器？按照台湾关系，按照台湾关系吧吼。台湾那个美国、美国伊有提供武器给台湾的义务呢？什么叫做义务？你饲恁囝是咪义务？你敢有甲算迄个饭顿钱？无啊，敢有？无吼。啊，什么叫做义务？提供是免钱的呢？你应该爱护我的呢？那些防卫武器你甲占领，当然你也甲保护啊，是不是安尼？结果咱台湾一当编了几落千亿个。军事费用去予美国创啥？买武器？本来就免钱的物件，你提钱出去创啊？这就是行战争债啦吼。啊，即马无签署和平条约，吼、哦，时间的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啊做今日都介绍到这，啊，后只课咱迄个欢迎迄个做迄个更加精彩，咱先拜哦，迄个蒋维文蒋教授，甲咱做较精彩讲，好、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